主持段吼，啊，你今嘛啊，咱这座谈会吼，准备开始啊，啊，请各位啊，来坐来，咱这里听一下吼，啊，等下注意点，咱大家好好听下来吼。啊，来，咱今嘛请咱各位主持段吼，咱起立就该上台讲啊，行一礼吼。所以哦，就求大家意见吼，若有啥物好个宝贵意见，拢爱提出来，大家做一下参考吼，谢谢。来个抽奖了。各乡亲是大大家，阿曼大家好吼，也唔了解各位来遮这个参加咱这应用的座谈会。啊，首先呢，我即摆甲李长啊会者。啊，唔对者吼，咱因为在咱这个通知单吼，啊，伊就疏忽，啊，无甲贴着咱李长的名，哦，啊，而且咱有过者歹势，这是我个人的疏忽吼。啊，咱下暗的主题呢，就是讲，因为咱伫咱这个今年，哦，咱伫第十四届第七次的委员会，哦，啊，咱这个有讲到咱这个要重建这个庙这个代志吼。啊，因为咱信会上帝讲咧，上帝讲只是讲一定爱成信徒大会，啊，征求着咱啊各位乡亲士大啊，大家意见啊了后，大家若有同意，哦啊，咱在明年来元啊，咱明年农历明年元宵咧，元宵会咱的信徒大会，啊，从这厉害，啊，佮报告信徒大会了后，哦。啊，较具进一步工会，就是讲，哦，咱这个会领导，甚至遮个细节的工会，一定爱去请示上帝公了后，啊，咱才有来做遮工会安尼。哦，啊，就是今仔日嘞，啊，大家有来参加，啊，就看讲有各位啊，有啥物宝贵的意见，啊，有啥物建议，哦，啊，庙这边会当来处理，会当来做，哦，啊，阮就尽量来照咱乡亲啊。哦，是大家意思安尼吼，啊，因为咱这间庙咧，啊，到即下都46年，到即下都60年，都一家子，哦，啊，因为咧，咱这个庙的庙室啊，这个真古老这个部分咧，哦，差不多咱这个哦挖路这里咧，是啊掉落地啦，哦，啊掉落地，所以讲，因为刚过来顶管吼，咱这规个拢若要去翻修咧，啊，需要开足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委员提议，哦，啊来重建，啊有来请示上帝讲安尼，哦，啊，因为咱即摆的重建就是讲，因为咱南平，哦，这两间楼啊，哦，咱已经拢甲买起来，啊无咧，你照这庙是啦，你这个政府楼顶啊敲掉，一定爱向咱县政府，咱袂当甲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咱势必爱一定爱啊南移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即栋建楼啊，咱拢已经买好势啊，哦，啊，已经一间已经哦签好势，啊，因为伊有一间咧，哦，就是讲，因为到这过年过会好，啊，咱庙啊有得伊赚一时，啊，所以咧，又甲咱庙讲不好停一下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咧应该过年过就会签啊，哦，哦，啊，而且向各位报告。啊，各位，若有啥物宝贵的意见，拢用提出来讲吼、哦。啊，感谢大家。啊，各位有啥物意见，咱拢用讲，啊，嘛会使问吼。恁、哦、感觉讲咱庙啊有啥物恁无了解吼的所在，
恁拢会用提出来甲阮询问，哦，啊，阮尽量甲各位回答。大家卖客气吼，啊，尽量来迄类。啊，等下吼，啊，咱音乐厅呢有一个吼伴手随吼，各位扎阵个，啊，咱开个开完吼，啊，再来发落各位。哦，啊，一点啊休息吼，啊，请大家吼，啊，接受一下吼。哎，大家好。啊，听这个声音哦，感觉很特别。伊讲着一道光啊，一条丝线应该云南古代啊，后我经过人工，所以这个修理好，这是应该的。啊，有一点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占着这个路地，这行管路这嘛是应该的。啊，若讲要起新庙，应该哦，按一计划性，啊，你起。就拄仔咧讲是讲啊，要已经用六十。啊，一般若起这寺吼，大部分有一个真长的计划甲设计。比如讲啊，这间庙，你是起60年后，啊，要又要搁起，啊，是要讲起100年、200年、300年、500年，这是爱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设计，到我最后大家。啊，歹势有一点就是讲，啊，咱要开恁领导会，啊，什么选举票有偌济票，啊，来这人数，安尼开恁领导会，我感觉小可怪怪安尼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要是敢会讲啊，真个人大家拢无关系，咱这个真实个公庙的代志，应该有分工啊，吼、哦，讲有可能安尼，啊，准若讲有可能安尼。应该嘛是讲，这边应该做了讲啊，安怎样会当甲理想吼？这诸位甲理想，这会当我讲啊，安怎样咱这百姓才会踊跃来参加？选举票有2000多票，你上无嘛讲无1000个，无嘛来800个，安尼毋敢表示讲，大家拢有关心咱这庙的代志。啊，若关于起庙的代志，我是感觉讲起庙。会当永永远远、久久长长，伊就是讲这间庙起起来，安怎设计，安怎一个啊，水流然后哎，这庙，哎，庙埕甲伊足条街，搁会入水啊？啊，是讲哎，啊，这间庙以后这个香客若济，出入入要停车要休困的所在有，伊若有设计有规划，这间庙起偌久，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庙起起来舒舒实实，会当用咧几啊百年。唔免讲啊，我几十年后，啊又搁这个改啊问题，啊这间庙又来搁个重修理，安尼就比较较袂遐舒适啊。啊，这是小小一个意见啦吼。啊，恁诸位也是恁大家委员，大家参考看卖咧。啊，若要起庙，我是真赞成啦，但是希望讲爱有一个计划，啊会当说明予大家知影，会当予大家会当讲啊。真认同啊！来感谢。啊，咱感谢吼。啊，拄仔你所建立这代志，本来就是拢足重要的代志。哦，啊，因为呢，咱会开这个里民大会是受上帝公之心，伊讲咱必须要哦，咱这个里民大会吼、哦、来督促咱这人来都同意要重建这个庙，哦，咱靠来做这工作。所以讲，咱这是初步，咱即马目前讲，拢也无着手。就是讲，恁有同意了后，阮信徒大会，阮才有编预算。编预算毋是讲着要起啊，哦，咱一定爱问上帝讲，哦，看伊是要起安怎？伊这地基要种偌悬？伊要起偌大间？要起偌长？哦，咱这拢一定会请示甲上帝讲，哦，啊来讲，上帝讲安怎来交代，安怎来做？
哦，啊，若初步恁同意了后，咱下轮设计这个图，哦，啊，到这个图落来，咱各位信徒，哦，若感觉讲各位需要来改进来创啥物，哦，咱这个标，哦，拢会尽量来甲改进，哦，因为你也拄仔咧建议这代志咧，这嘛是确实是阮庙咧朝这个方向，因为咱一间庙起起来，哦，咱嘛唔通讲啊，过几十年啊，咱就甲敲掉。这间庙，咱一定会慢慢起，咱袂足急甲起，哦，咱一定爱甲起哦，好起哦，水。因为咱上帝讲咧，哦，在咱全省，咱嘛是算上帝讲的祖庙，哦，啊，咱即摆唔若听讲，咱这间庙老好，这是拢小事，因为伊这早期伊咧起的时候是无地基的，哦，拢是泥石啊，哦，啊，这是大家的意见啊来，啊，咱提出来讨论。哦，啊，恁感觉讲有同意，哦，啊，即个讲要来重建了后，我较有开心来着手，哦，啊，就来即个初步的计划，毋是讲即马恁同意过，阮就开始要来甲起标啊，毋是安尼，是开始先来画图，因为你即个前次做诶画图申请了，可能爱超一年啦，哦，咱因为委员诶必须要嘛爱去细节去看人诶庙宇，哦，人是安怎起，好诶甲摕转来，哦，啊，咱。原有的哦，咱上帝讲该保留的所在哦，包括伊的对联、伊做好的所在，咱嘛是拢爱甲保留哦。这是安尼哦，我直接向保伊个咱这个就是精神上哦，对对哦，啊，我向你哦，那这个报告安尼。来，我阁讲一点吼，啊，拄啊，这个正常咧讲，这个咱这个里民大会吼，其实呢，咱已经有发这个通知单，已经三工前发。过来咧，咱伫这个公布吼，咱嘛公布三工。啊，因为呢，若过去的里民大会吼，应该咱你就会知影啦吼，因为出席率、出席拢无做好安尼啦，哦，啊，那咱。下暗安尼虽然无足济，还可以啦，算百外人啦，哦，百外人来参加安尼吼。我免介意呢。啊，对你们委员、里长，啊，甲咱议员代表了吼，啊，本人。因为啉酒较敢讲，无毋敢讲话。对着咱本宫来建设这个庙是真好个代志，但是我是有一个迄、那个，你今仔要建设咱永兴宫，要建设第一点资源是甲啥物程度？咱永兴宫内底。是有剩一亿啊五千万，吼、哦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你要安怎去募一只资金来建设着咱永兴宫的这个迄个，唔通像我宫，到目前已经嘛拢还阁无完成。我会讲，因为。你咱的庙要建设了，唔是讲一年半载就会完成，这是分唔对啦。但是，就袂当讲安尼，唔通讲安尼哦，一拖落去三五年安尼也袂完成。重点就是资源，哦，啊，这个资源要安怎来募集，啊，要安怎来互这个。在座今仔只个里面嘛无讲太济啊，因为头拄仔咱正常讲个讲有两千几票个选票，今仔是搭伫啊无十分之一啦。啊，即个毋是安尼，即点个是讲，因为咱今仔日点菜灯，所有个只迄个就是完全咱个范畴去建设，所以。嘛有诶，无诶，要参与讲咱一个永兴宫诶代志嘛有啦，吼、哦，啊伊毋是无信心，但是伊就无要参与诶，吼、哦，
啊，这点是值得了咱主任委员这边来，庙方这边来思考讲，这资源是要安怎来合作，募集甲一份用量安尼，以上感谢。咱这精神吼，我正来解答一下吼。因为咱目前的资源呢，咱等下啊叫咱财务组的吼，甲咱报告讲咱这目前的状况。咱即马咱就是，咱初步咱这间庙吼，伫因为咱算上底讲，伊若看讲要坐，咱要入会，咱当然就是讲爱互伊会付伊入会的时间吼。初步咱就是讲。一定苏老母一定爱控制起来，我们当天啊讲都也搁控无啊吼，啊底下生生啊只后安都未使吼，啊这点呢我敢保证一定有法度吼，啊包括呢咱若如果上底讲看要一会时间相逼的吼，咱嘛会一定伫内边增加精力哦，或是可以内边会当先来一会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拢是事后，咱拢爱去各位闹同意了后，哦，啊，咱报告信徒大会，哦，啊，了后咱到来着手这工作，来有请示上帝公，啊，会过来公布哦，大家知影，啊，有必须要的时阵呢，嘛会使去召集各位来听阮报告安尼，哦，啊，我即摆请财务组的，甲咱报告讲，咱目前庙存偌济钱。喂，主席，各位里面大家好吼，咱即马就是买厝买一拢总，咱的诶拢总咱是3730万啊，吼，啊即马咱买厝一买是千空三万啊，啊即马存，即马吼咱一地时阵是2700万啦，啊即马咱还未。今年的收起卖时阵差不多300万，咱的目前剩3000万啦。哦，啊，以上。啊，这是从咱庙收出的钱吼，啊，应该这那边的甲独手来去，应该是过来，因为遐来伊一个月两个月去拢嘛几年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应该这个收入部分吼，并不在个完成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部分呢，较请放心。啊，这个注意，这个补助呢，其实咱政府的人都是，主要就是讲大家要到救嘛，安尼俩。因为你看人砍啊砍，迄砖头啊细根，人庙嘛是去砌起，啊，咱砖这大块，敢真正上底讲要不在个砌，但我们笑就笑到你裤底啊，吼、哦，感谢你。咱即马目前恁也落较大雨嘞，咱即个已经拢淹到要到咱内边这里啊。啊，搁来，咱即个因为咱即个乡客吼来咱遮进香，哦嘛还算讲咱啊，伊讲，卖讲较来较安怎啦吼，咱好多家庭来讲，咱可能咱嘛算一个乡客，吼、哦、啊来，因为咱即马机会嘞，哦，咱即宣传往这边嘞。所以拢细腻出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朝着从这三川门这个天井这部分的优等，哦，你内底去容纳较侪个人，哦，啊，注意这个，哦，那我拄啊讲过，这一定爱搁清洗上，再讲了后，啊，到时再甲各位报告安尼吼。啊，
家若有意见，拢讲出来参考，无要紧，唔通阁从这意见阁提倒转厝内，会嫌阁听阮艰苦。金彪哦，过去我捌去插过哦，拢知影，迄阵仔就是，遐手头遐，我伫政府来做这金彪哦，哎，你遐头哦，拢拗掉的，你如何咧谈？啊，拢头子头子做，啊，拢乱掉，做啊，做不来个，嗯，会当个真危险。啊，我而且就是迄阵仔，我另外手头哦，啊，是必须要甲春节啊，我主要来到好叫迄阵仔，啊，实在好个时间长，就大家加大吼，所以加大拢。都拗掉，哎，你有擦了腿啊？擦掉你无擦掉，我有擦掉，我就拢知啊，我好个。哎，我，啊，你若坐重来咯，啊，都讲人都安落过来，也是真个。但是吼，有伤害到咱个比赛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啊！因为咱唔是啊，那讲这嘛是拢啊，都我拢讲唔对个啦。哦，因为这嘛是确实啦。过来，咱的壁路拢是石灰壁，哦，正拢已经行到足严重个啦。哦，啊，这所讲个，伊都有啥角度咧讲着这，啊，都我也都去想。感谢感谢，提醒吼。啊，各位还佫有啥物意见？你看咱老人会会长，敢有要甲咱建议一下？啊？啊，咱万一讲会注意，有要建议的无？啊，各位拢非常的客气，安尼，啊，咱这样哦。咱正面的这头人哦，拢有通甲咱出席哦。咱的哦，李长戴国华哦，咱万年宫的主委呢，李刚啊，正面代表的陈明庆哦，啊，咱这里哦，咱观众咱议会啊，咱老人会啊，咱这会长呢，根本呢哦，咱这正的头人顶面拢到位哦，啊，甲咱认识的啊，我伫这内面讲的啊，感谢各位。感谢，谢谢。安尼各位吼，啊，若无啥物意见，啊，咱初步吼，啊，迄个结论，吼，啊，咱就是讲，咱等下来做一个结论，吼，因为啊，拄仔咱这个精神，甲咱建立这是咩是咱的理想，吼，咱希望嘛，即间庙建立。也是百年，哦，就是讲哦，百年都变得搁较久安尼，哦，啊，因为呢，咱在咱这庙呢，咱要讲古迹无古迹啦，吼，咪古迹啦，吼，也是六十年，啊，因为损害嘛是真迄个，啊，你要搁翻修，其实嘛是足大个工程安尼，吼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大家若有同意讲，咱来建庙，哦，迄个朝着个建庙方向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不是讲话建就建，这就是爱讲清事实，讲上重要就是上帝讲给咱支持，因为咱相信伊，哦，咱来崇拜伊，咱就是爱给咱支持，咱才有来做这工作。哦，包括因为这党庙这不是较简单的工程，哦，这嘛算一个大工程，咱将来的大事，若无上帝答应哦，其实我嘛唔敢来甲做，哦。啊，若敢讲上帝讲有因咱归信，后尾咱来甲做，我感觉是咱嘛是爱来甲做安尼啦吼。啊，无咱即马麻烦各位，咱若同意哦，讲要来建庙这个，请大家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尼好，感谢大家。哦，啊，阮就是朝这个讲，咱要建庙这个方向吼、哦。啊，阮会过来甲这个啊信徒大会报告。啊，变这个预算，咱先来画这个庙图，哦，啊，大家公布，大家看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倒位有需要，哦，来改善的所在呢，啊，请各位啊，甲提出各位的意见，哦，而且感谢大家，感谢各位乡亲士大，哦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好啦。